绝世强龙第两千二百七十五章，做的比他好。这个电话来自于教廷内的某位高级神职人员，他打给七等闲，告诉他教廷内出现了很多对他不利的信息，大多都是在传奇等闲与邪教有勾结，自导自演了一出大戏来诓骗大家，以借此提高自己在圣教内的地位。这个消息之前就已经在传了，只不过是小范围的，但到了今天。 就变成了众口相传的事情了。不过，不信这个消息的人还是有很多的。毕竟，齐大主教一直以来就以优秀的业绩和虔诚的信仰而闻名，甚至还救过教皇的命。若是教皇上刺打掉了，那么他现在便已经是教廷的主人了。最为震怒的当属罗本，这位神圣骑士团的团长，甚至想要揪出谣言的源头，然后将之绑在十字架上烧死。 这些事情已经传到了陛下的耳朵里，引起了陛下的一些不满与怀疑来。齐大主教，明显是有人要陷害你啊！”这位神职人员很焦急的说道。“我知道了，不过流言止于智者，清者自清，我是不会在意这些事情的。”齐等闲一脸神圣的说道。“不愧是齐大主教，不过您还是应当重视这件事，免得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神职人员提醒道：“没有关系，陛下，鸟生鱼汤，明察秋毫，肯定会有自己的判断。”齐等闲平静道：“挂断这个电话之后，齐等闲的嘴角露出了冷笑。果然，CIA 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已是按捺不住，彻底发动起来了。今天吃的这场败仗，多半是让查理非常的难受，否则他也不会立刻就想办法来找回场子。” 徐傲雪当初一记被刺，可是给赵家捅的透心凉。你查理要是能拿捏得住他，那就有鬼了呀、啊！齐等贤心里想着，脸上的笑容逐渐变态。教皇这位圣教的头头，看 CIA 是很不爽的。这次做的局又这么大，当然得提前跟他通通气。这事儿徐傲雪已经做了，他的头脑很清晰很明朗，这件事办的很有他的风格。 而作为 CIA 策反的主要人物，克里斯蒂安也是其等闲的人。裁判、求证、旁证、主办、协办，所有单位都是我的人。你怎么跟我玩？其等闲心里屌屌的想着。教皇对于教廷内传播的这些流言也是高度重视，下达了让克里斯蒂安主教进行调查的指令，并且委派骑士长拉斐尔前来协助办案。罗本想要请缨的，但教皇考虑到。 团长的脑子不是很好用，所以还是委派了拉斐尔。毕竟他可不想再看到罗本花大钱从齐等闲手里买上一些什么鬼东西了。齐等闲脑海里正在梳理着思路，然后就感应到希尔维亚正轻巧地走到他身后，并且伸手抱住了他。哥们当然能够轻易躲开，但哥们不能躲。身为一个大主教，要多多考虑信徒的感受。何况希尔维亚。 还是捐了这么多钱的荣誉信徒，我还以为你会和玉小龙一块儿离开呢。”希尔维亚笑着说道，“我跟他清清白白，好不好？你们这些人思想有问题，怎么老是觉得我跟所有女孩子都有不简单的关系呢？”其等闲不爽道。希尔维亚就道：“因为你是枫叶国第一深情嘛。”其等闲不由咳嗽，觉得希尔维亚老是抢他的话说，真是让人不爽啊。然后。 齐等闲转过身来，似笑非笑的看着他，让傅荣华供奉咱们大理寺的雕像，是你给傅荣华出的主意吧？你这可让我损失好大一笔啊！希尔维亚双手一摊，道：“我可没有出过这种主意，我也不了解大理寺这个人，做不到看人下菜。傅荣华是大圈龙头，正儿八经的老江湖，他能想出这样的办法，也并不奇怪吧？显然。” 希尔维亚是绝对不可能承认这件事的，否则的话，他肯定绝对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想办法将那债务算到他的头上来。你撒谎，明显这就是你出的主意。”齐等闲说道。“真不是，与我无关，我毫不知情。”希尔维亚道。齐等闲的鼻子里喷出了一道浓重的哼声来，道：“你真是诡计多端，胳膊肘往外拐。”希尔维亚呵呵发笑。 如果不是他早将其等闲的性格揣摩的一清二楚，他也不会帮傅荣华出这个主意。之所以出这个主意，纯粹就是为了避免自家的损失。说起来，希尔维亚甚至还得感谢一下 CIA，那些资料可都是 CIA 做出来的。你不要胡说八道，我一直向着你的，随时都愿意给你生一个混血。希尔维亚笑盈盈的回应着，那模样有些勾人。这个时候。 九亨正赤红着脸从里面走了出来，走起路来甚至都有点摇摇晃晃的。齐等贤看到这厮就不由一肚子火，而九亨看到齐等贤，则是龇牙咧嘴的笑了起来，说道：“领袖，你说本大理事现在是不是已经够巴闭了？哪怕是与齐亚巴并肩，都能压制住他的光芒了？”齐等贤皱了皱眉，说道：“还不够呀，我爹的大名是人家听到都怕，而且……” 他一生气，人家恨不得把家产都全部掏出来奉给他、啊。九恒听到这话之后，立刻就挑了挑眉头，说道：“掏家产以求苟活，我明白了。齐等闲到这点不是很好，虽然让他显得更巴臂了，但这种事情还是有点缺德的。”九恒咳嗽一声，然后大声道：“本大理事才不会向他学习呢！拾人牙慧的事情从来不做。齐等闲便到大枪定鬼子。” 脑袋按马桶，九亨脸色难看。岂等闲道不过，你若能在一件事上做得比他更好，大家恐怕只会忘了他，从而只记得你一个人的名字了。九亨沉思，然后道：“不错，不错，你这话说的有道理。”哎，早知道灭言家之前，便逼着他们先把财产转到我的账户上。一边说着，九亨一边往前走去，抓住了准备偷溜的唐靴。 叫道：“走！”唐薛毕竟年迈，最近接连战斗，损耗非常。他本想溜了，但奈何被九恒抓住。偏偏好胜心又不允许他认输，只能咬牙道：“走！”齐等闲看的几乎在风中凌乱了。这男人之间的友谊还真是有够简单的，一个字就敲定了大事啊！齐等闲一方倒是轻松，但 CIA 这边却是如临大敌，连夜开会。查理开始自查。 一定要揪出内鬼。第两千二百七十六章，克老六。不过，查理这一顿自查注定是浪费时间的。内鬼根本不在 CIA 当中，甚至他还怀疑了宋璞。毕竟，宋家有宋武这一脉留在了蓬莱，鬼知道这一家人是否还存在一定的联系呢？查理先生，我觉得你不用因为这一次的失败而太过斤斤计较。 或许并非是 CIA 内部有鬼，也有可能是哪个环节出现了纰漏，被人提前洞悉了。我们整个家族都已经开始运作了，只要让教廷一方剥夺了其等闲那接班人和大主教的身份，便可以将他一下打成恐怖分子，然后进行直接轰杀。塞尔吉斯此刻正坐在查理的面前，他摇晃着手里酒杯，神情显得很是悠闲。而塞尔吉斯的身旁，则是坐着在金岛惨败的希尔德。 希尔德冷冷道：“我已联合了另外两个对姓齐的有敌意的尤特财团，他们同样愿意配合。这次一旦将他打为恐怖分子，就绝不能再给他翻盘的机会，动用所有力量围剿他，无论如何也要将他给轰杀了。”塞尔吉斯笑道：“放心，据我所知，教廷已经派遣了人来调查，教皇对这次的事情非常之重视。”希尔德冷笑道：“我就知道。” 这阿巴交易是没那么简单，果然是这个家伙自己操作出来的。现在这么多证据指向他，而且咱们手里还有最重要的人证存在，我就不信他不死。查理在一旁微微点头。这件事是 CIA 调查，然后联合了被其等闲狠狠坑过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两方强强联合一起操办。他觉得铁证如山，再加上有徐傲雪这位重要证人。 足够将齐等贤与阿巴教的关系坐实，再加上圣教内部如此舆论压力，哪怕教皇再想偏袒，也绝不可能。等这件事再发酵发酵吧，到时候我直接动用 CIA 的能量来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让米利森小姐在发布会上控诉齐等贤的恶行。我倒看看，这次他还怎么脱身？就算弄不死他，以后也要让他如同过街老鼠一样，只能生活在阴暗的臭水沟里。 查理面上带起狞笑来。大圈帮一事虽然没将他牵连进去，但那所发生的一切对于他来说是非常打脸的。而且这个计划的失败也让他在内部当中受到了一些质疑，有更高级的领导甚至开始审视他的能力了。希尔德道：“可惜克拉克将军太过刚愎自用，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可以更加游刃有余，有万全的把握弄死这个家伙。” 塞尔吉斯却是摇了摇头，到克拉克将军并非刚愎自用，而是他自幼学习华国文化和武功，深受这个国家的文化所影响，所以才会如此意气用事，竟然光明正大和齐等闲在蓬莱的擂台上争个高下。如果他没有那么浓厚的传统武术家的思想，结局肯定就是另外一个模样了。一旁的查理却道：“如果他没有这种传统武术家思想。” 或许也无法成为我们 CIA 的一代传奇，带领众神小组征战四方，留下这样的威名。两人听后不由沉吟，觉得查理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一个人的性格与气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人未来的成就。克拉克虽然生长于米国，但所学习的武功与理念不少皆来自于华国，并且深受影响，甚至比很多华国的传统武术家。 更加具备那种顶尖武人的气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克拉克将军的过去再是辉煌，也终究还是败给了他人，丢掉了老命。希尔德摇了摇头，微微叹息道：“塞尔吉斯正在说话，手机却是响了起来。他立刻做出一个不要说话的手势来，并且接通了电话。克里斯蒂安阁下，你好啊，不知道你这里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要透露给我呢？”塞尔吉斯问道。 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克里斯蒂安道。什么？塞尔吉斯不由一惊，以为出现了什么纰漏。我们圣教当中居然可能有一位隐藏的这么深的异端，这能是好消息吗？克里斯蒂安叹息道。塞尔吉斯精神一振，倒还请阁下明示。克里斯蒂安便说道：“教皇陛下已起疑心，并且对待此事的态度非常严肃，而且教廷内部现在也是流言四起。” 教皇已经派了拉斐尔骑士长前来调查此事，我等会儿便要到机场去接骑士长了。拉斐尔骑士长是教皇心腹，而且一向铁面无私。塞尔吉斯笑道：“这是一件好事，能够早日揪出藏在圣教内的异端，清除神圣队伍当中的黑暗。”克里斯蒂安平静到你们承诺我的事情，也该让我看到点东西了。”塞尔吉斯哈哈一笑：“克里斯蒂安阁下，放心，你的决心。” 我都已经看到了，接下来我会动用整个家族的能量以及 CIA 的关系，全力帮助你。下一任教皇必然是你。克里斯蒂安心想：下一任教皇本来就是我，这还多亏了其大主教。好，你们遵守诺言吧，未来我们将会互相成就。克里斯蒂安嘴上很兴奋的回应道，与塞尔吉斯又交流了两句，套取了一些情报之后，克里斯蒂安才挂断电话。 然后他狠狠地呸了一声，对着圣主的雕像虔诚道：“主啊，当年这些犹太人便背弃过您，没想到现在又想挑唆我教内和睦的关系，栽赃一个拥有您圣眷的圣子、圣徒。作为您最虔诚的仆人，您所放牧的羔羊，我怎能容忍这样的亵渎？请原谅我的说谎，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您的荣光。”他是相当的虔诚，这点毋庸置疑。 其等闲，在他看来，在骑士长拉斐尔看来，也是相当虔诚的。因为南洋一事，他们都清楚，裴不弃那是实打实的异端啊，真的喊出了“阿巴交万岁”的邪恶之语。而齐大主教与裴家又是死敌一般的关系，正好把这些犹特人和 CI 埋在圣教内的眼线全部挖出来，一次性处理干净，免得以后又出乱子。克里斯蒂安笑着。 他虽然还未当上教皇，但已开始培养成为一位出色教皇所需要具备的那种高瞻远瞩了。